很简单，只在对决。 跟着爸爸去闯量，然后就开始慢慢喜欢上足球。最难忘的事情啊，应该是，就是被折磨很累或者跑步跑很累这样。应该是亚青冠军吧。 应该是怎么样，玩好自己，然后安排时间，最重要是有一个好的纪律。也可以这样说，因为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，也有可能不会对到军练里面最好的球，也不会。然后那个比赛的话，就有可能没有让我们遇到这样。 那一年的时候，我还是军练的时候，刚刚开始要打起来的时候，就觉得不是这么容易打，因为毕竟每个对手都有一定的水准，尤其是上到训练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在罗伯里面对到这样的球员，也是算是一个很好的过程。 那时候因为就那一年刚开始训练后，第一个比赛我就打到这么比较有成绩，然后虽然在决赛输给多米，可是就那时候就开始学习说，如果要打到更高的话，就要准备更加多的东西，所以每次都要加强一些比较自己弱的东西，才配合才可以打到更加高的水准。 他对每个球员的信心啊，知道吗？因为可能做过为什么，也不知道。如果你说别的话，就没有，就除非当飞机师吧。哦，当飞机师也想过。应该也是纪律要好，然后也要勤劳训练，然后要靠拼，然后比赛经验这样才有机会。